孤独症谱系障碍，简称孤独症或自闭症，是儿童发育障碍的一种。他们不是故意沉默，只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吵闹的世界。他们将自己锁进一个小世界。包容、尊重和爱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。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关注日，和星星雨一起关注孤独症人和他们的家庭，因为我们在。世界无孤独。